侯爵你好，我是51，机体周全，做你的安全随运。哎呀，欢迎新朋友。你是那个武当弄枪的51吗？我的工作是保护。假正经。哎呦嘿，你还敷面膜呢？我要喝水，吃饭，上厕所呢。你干嘛去啊？谈恋爱去啊？我可不知道。我觉得他吧，对你有点意思。你是走心，你是心中有爱。小心！11已经为你付出的够多了，现在有一个人能比你更好的照顾11。我绝对不会让你跟他在一起，你的未来我都已经替你安排好了，你走就完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在未来和你之间，他放弃了你。你的方案肯定已外泄了，这一巴掌打在儿子脸上，那一定会疼在老子心里。我这是表示我的兄弟来喊，真把我当兄弟吗？不见得吧。侯爵处于最低谷的时候，他现在需要的不仅是保护。你的工作不可以掺杂个人感情。我不能眼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为了别人的孩子把命丢了。我不希望遇见你的人生。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，只要有爱，就有希望。